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现在再度来到红翔鹅鸡，这是这一摊正面的样子。好，今天比较少来啊。好，今天应该买得到甘蔗鸡。全斤有甘蔗鸡吗？有。那一盘是多少？一样190的吗？那还有别种价钱的吗？放山鸡是280的，肉质比较 Q。这个是烘鸭鸡，肉比较软一点。好，那我要烘鸭的好了。你要不要零钱汤？一点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一样不用绑带筋，然后一双筷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好。好，那再就到旁边开箱。好，那就在旁边开箱哦。这一摊刚好已经下班了。好，今天吃就是甘蔗鸡，感觉肉质也很嫩。加鸡肉超嫩的啊，烟熏味道很浓郁，很香又很好吃。真的很棒。哦，咸水的更嫩啊，烟熏就更有香味啊。真的很棒。我的鸡油很香。相当够味又好吃。那脖子哦，
推荐各位朋友一定要来吃一个，好吃美味又不贵。啊，鸡翅鬼端的地方就比较油一点。轻轻松松就吃完半盘鸡。毫无难度。赞。好，真的很好吃哦，赞。啊，隔壁的豆花似乎也不错哦。我要杯豆浆，谢谢。啊，不用袋子，吸管就好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那先喝看啊。啊，浓郁好喝，然后没有超会大的味道，好喝。啊，这样解渴刚刚好啊。吃完鸡肉配豆浆，刚刚好。啊，那就顺便逛一下黄昏市场。哦，帅哥好壮。今天我是比较早出来了啊。他蛮厉害，要怎么直接搞烂的球比较最厉害？帅哥哦，被困停下来。烤鸡、烤鸭啊！哦，当哥朋友看一看呢、啊，他们这也很赞呢、啊。啊，下次想到时候也会再开箱他们的烤鸡、烤鸭。
漂亮，嗯。原来真的有人会遛鹦鹉啊！条一百这样便宜，好，再就回头。像这个平时的走景，各位朋友会喜欢啊。鹅油葱啊，哦哦哦，有个美女，更热闹。一二三四，白河莲子，六七八九，
对，那你吃过吗？230公斤菜价很便宜。风好大。到这边就稍微比较松一点了。推荐这个，哦，新鲜的花蟹，一斤大概多少？花蟹，一只两三百，好，谢谢。然后进来，哇，两片150，然后进这边得了，真的随便卖的，两片。Thank you.
好，就希望让各位朋友感受到这个最真实的菜市场的叫卖感受啊。好，这家是布拉板。比较少见的，所以特别有镜头。要切吗？60块，等我一下哦，导演马上啊。我只赚到100。哪天啊？我只赚到100。好，那就走完一圈了啊、哦！好，那红翔鹅鸡真的是很好吃又不贵。好，那各位来就住用餐一块，拜拜。